录音的时候会蛮兴奋，一讲到音乐就是讲话会变得快。我的节目是有在加州的真鲜寿司每天都有播，然后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不同文化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。对手是激励我们进步最好的动力。所谓的对手都是他们的粉丝啊。用我们视力本来就不方便的这群听者的观点，我只是导入口述影像，让听者也能够产生视觉的画面。